以多國籍為賣點的 K-pop 組合 CrossGen 最近去到日本四出為新碟宣傳。 CrossGen 六位成員入面有一位是中國成員，一位是日本成員，其餘四位都是韓國成員，顧名思義就是集合各國的優秀基因。咁話組合除了唱得、跳得還好有語言優勢，就連廣東話都一樣講得下的。香港的朋友你好不好啊，我是 Casper， 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我愛你，我愛你。CrossGen 的日文大碟以未来为主题，讲到组合的未来，他们说就算十年之后变成六个熟男或者是大叔，都要继续做唱跳偶像，还说已经找到长生不老药。啊，32歳、33歳、啊，就是啊，哇，親戚だな、親戚。セヨンさんはもう40に近いよ。わあ、おめでとう。おめでとう。いや、動けるのかな、大丈夫？リーダーは。永遠にリーダーだ、健康だよ。あ、そうですね。はい、いつも栄養ドリンク飲んで、いい薬飲んで、いい薬、元気にリーダーに残って。いい薬はやっぱりファンの皆さんの愛ですね。そう、愛。進軍日韓市場後 ，CrossGen 亦都計劃將歌曲改編成中文版，滿足華語嘅樂迷啊。